妈妈常做的蒜蓉金针菇，好吃的不止一点点。金针菇切掉头部，手撕铺满一层，接着铺一层火腿丝，再铺一层金针菇，然后倒点大蒜，捣得细腻均匀更入味。倒入热油锅中，配上小米辣炒香，放生抽、蚝油、盐、糖炒香，淋在金针菇上面，上锅蒸15分钟，淋上蒸鱼豉油，撒上葱花，泼上热油，简单美味的下饭菜完成了。